能念出人家的名字啊，很尴尬了，告诉你。最佳男主角，我们非常熟悉的梁朝伟。梁朝伟。想不到等到过了三十岁才拿到这个奖，谢谢各位。还要谢谢就是我妈妈、我妹妹刘嘉玲，还有很多很多默默在后面支持我的人。讲了不会讲话，谢谢。